王浩他是真的超爱小关的。在最新的物料里，我们刚中考完的小关回归了家中，面对好久不见的小关，王浩还真的超爱。两个人不仅要贴贴，还要牵手手。甚至还会高兴的一起转圈圈，可以说是小关走到哪里，王浩就贴到哪里。就是说王浩呀，这地板瓷砖都为你们贴。但没想到，我们小关也是隐藏的女团舞爱好者。这谁看了能不爱呀？都别说王浩了，其实我也好爱。请忘记得关注我。